赞美来到西岸，赞美来到西岸，赞美来到西岸。赞美来到西岸，神的居所已经出现，荣耀的生命冠冕颂赞正在流传。啊，全能神，宇宙之首，末后的基督，就是发光的太阳，在整个宇宙为壮阔的西安山上，已经升起来了。全能神啊，我们在向你欢呼，我们在跳舞歌唱，你真是我们的大君王。一座城一般的圣城，完成了神的经营计划，万民的流归这山，万民必在宝座前跪拜。你是心看见，在太有福，天天和神面对面，凡事和神有交通，一切是让神做主权，细心揣摩神的话，我们的心安静在神里。光照每天生活举动言语心思意念都是生活在神话里面，随时都会有分别。神话在传真一线，会一连串地出现，一连串地出现，与神交通刻不容缓，心思意念被神揭穿，被神揭穿，一时一刻都生
督台前的审判，在我们身体中各个地域，还没撒旦侵占，今天要想恢复神的王权，必接近神的圣地。生死战，牢记钉死在十字架，复活的基督生命才能做主权。现在圣灵正在向我们各个角落发起冲锋，来一场争夺战。只要我们甘心舍己，甘心舍己，神配合，神的随时光照，接近我们里面，把撒旦所占有的再重新夺回来，大道尽快被神作战。话语里